一只八千，一只卖两百，两百来四哩，三百多弄了啊。来，你去国家夹下咧，来，羊肉，咩羊肉，咩羊肉来，咩羊肉来，来三百。你开你车，你睇下是，无啦，剩两两，你讲无啦，我水掉啊。啊，羊肉三百方，这里来，三来四来，五包来，这三只羊肉买过了，欧肉啊，来三百。这油包好吃，黄叉好吃，八哥，还有三包好不好？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来，六包来，还有三包好，有买过无？有买过无？一定会搁买哈。这油包你敢炒过了啥？一片油包。无啦，伊遐只只只啦。啊，多一个花油包。是啊。你敢买？好啦。啊，就是你，我是讲你问的啊，无，你都买惯是啊，买过啊，买过你惊啊？三包、四包，好吃的油包，五包、六包、三包。下边过来，来三包，来三包好不？你提好啊啦，来三包好不？安尼啦，我最后剩只无钱，透露加点卖啦。你若卖，我空调收掉，要吃吃袂完，小家庭来两百块好不？四包哩，四包两包好不？来羊肉两包好不？两包两包，一箱无人爱，阿玲来冒你一个阿弟，阿弟用玻璃用底啦。我即摆买一包哦，面夹啦吼，真好食，这个鲍鱼啦，要食鲍鱼不？要食鲍鱼不？这包鲍鱼哦，过年前你卖三包卖一千个啊。昨天哦，我们煮鸡肉、煮鸡肉哦，煮鸡肉最好吃啊。这包鲍鱼啊，过年前你卖三包卖千块个，用阿妈底价，我们好吃装起来，这正鲍鱼啊，一公斤七八百块啦。这两包鲍鱼啦，要吃鲍鱼的，三个人去。卖开八百、七百、五百有人来无？我招两个人去啦，一人三包二啊，我包八包落去啊，这生意介绍五百，两个人去好哦，正鲍鱼。用烧水甲烫者，滚一仔牛血酱、蒜蓉酱，你就甲煮鸡吧。甚至你要砍鸡哦，三百。要食鲍鱼，来三百块，多不来？来，我提，我提啊。你无钓过来啦，要食鲍鱼过来，多就好食，十块卖，真的好吃啊。煮鸡肉也可以啊，做凉拌也好吃，三百块钱啊。来个三百好不好？来个三百好不好？一包两包三包，要三百块无？这鲍鱼要三百块，这正鲍鱼不是假的啊，假的都来三百块，鲍鱼三百块，来三百三百一声，三百三百的一声，有人来无？我无啊，你从家里啊，最后一个人开始啊呐。来，大哥你来啊，来。好，感谢你来。来，我跟你讲好嘛，这剩这几包，今日你大会，我甲卖掉，问一届就无啊。你听我讲，我无你卖两张钱的，真正款的。这算哦，有真侪人捌拿买过，这最后三个人计，你再卖一届，比剩只无啊。这两包是排骨，也是啊，你钱的排骨所胶原排骨，这一斤排骨我甲你卖百卖两百，安怎一斤重两百有人来无？三个人计哦，两包哦，一百对好。我一个人计啦，再倒去，我一个人计啦，一百块胶原排骨，当然用钱的做好起来，做排骨所，正排骨所。一百块有无？一百块有无？最后剩这个呢？我实在气死！剩这个嘛先留啦，无啦无啦无啦。这两包是干贝啦，这干贝较贵些，我目前无收了啦吼。这正干贝，好吃干贝，你等下吼，哪有这个好吃？比第五个这个好吃。干贝啦，你这时安尼卖一千块银啦？安尼啦，我招一个人去啦，卖千九百，底价啦吼，无收了无卖啦，七百六百卖，五百。我想你我唔钓，三百，但系我搁问一摆，搁三百好无？这个三百够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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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声第二声。来过来，阿玲，你别过来，水甲倒掉，倒到酒的侧面倒，你收来，我拍开，你甲放掉啊，我炸冻去啊，无可能搁炸冻啊。有诶，我今仔都袂记咧炸诶，是真诶。有啊，你刚拜师，你台中落卖啊，搁三百好无？六块哦。拜师，你台中我落卖了，对，来搁三百好无？一声来人走，来倒转来，即箱袂倒哩，我甲你讲，这油倒，后腰啦。好
你若有要钓人家，我甲你恭喜，安那爱啥？虾啊！虾啊！哟！虾啊！我先甲吹落去啦吼，你虾要钓啊？不是要钓啊，是无啊？后边无看见啊吼，后边无咯，后面没有咯。啊，虾现捞啊，这款虾是真正现捞啊，我讲你有这里没有？这到我几下卖你都感觉卖你同你你大红面无同哦，爱啥啊？后边无啦，虾。无吧。来三百，有人来喊声，来三百一声，三百第二声，来说说来，你看吼，我看我坐过去，来帮助。在你要食油条无？你敢买买油条无？我招一个人加料吼，你听我讲吼，即摆油条现流啊，我来保证再保证，这两只后来，这四只后来，这四只，这现流的油条，这六只后来，开三百，开二幺五，两百块有无？我招一个人去好啦，两百，才两百块五，硬要好钓的，才两百块五，又大呢。来，我招一个人去好，你来买我收钓，用这间台仔对口咯，不是讲笑的，加再一百卖四十五，十三百卖百五，可以就卖去的，一百块招一个。还叫个三厘啊？一百。来落我啦。小美站在，小美站在过去，你等下再用，好不好？加过去的。一百块。过一百块好不好？你看是咩道理？就给你保证这好车，这油大，车是油大，现捞的。好，你好起来哦。你是咩多米？这一只卖十几块，你是咩多米？一只卖十外块，你老师这两只卖一百块，你坏了，一百块。阿伯啊！这一只是咩多米？十几块？一百块。七八号好不好？来，大哥。哦。啊，这个几分？几点？几分？九点五十。九点五十哦，我早接了哦。嗯。现在你啦，好啦，现在啦。啊，是你要帮我三点。好啊，你要等下三点了。快。三点。过七八号。过七八号。明天我不知道。过七八号。我一百好不好？我最后招一个人家哦，两百好不好？挂车两百块哦，有人来无？加两百块，拢落落去加两百块哦。最后我问一下哦，你骑落去哦，七百全部两百有人来无？我刚问一下尔，后腰就三百呢。来。得啦。安尼两百。我都无想要载回去啊。我真正无想要炸断，我这真正现捞啊，不是讲装笑的，这真正现捞的。哎，最后我问一下吼，啊，你讲我无想要炸断，你一只你要多买十几块，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好无？你要一百两百，一百好来，不要过会哦。我是讲，真正我无想要炸断啊。这一只你是要多买十几块，三只一百你嘛无得买，这油大，这阵啊足笑的，我讲足稀罕的，稀罕呐，不是你讲笑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像这种嘛，这种笑话，我到你国道无差，这种嘛，今早我两只卖一百，两只卖一百，真正是讲笑的，来过一百好不好？这边都卖十几块，来过一百好不好？我反正等以后就卖你啦，歹势啦，过一百好不好？最后一声哈，我叫我买货，最听我啰嗦吼，这波我倒落去，那边包起来两百。两百。谢谢，无人来，你莫阁啰嗦啊！我甲你讲，这超过真济啊！总来，我甲你问一下，你有看到无？这高卖，挂新的，我阁讲一下，我若去了，就无一定卖啊！吼，两百块有无？一盘200块，两百一箱，六百块。来，谢谢，来点菜，来点菜，来点鱼，我要吃啦！我来收啊！吼，最后无真济啊！你是要买啥？要多？飞机员好，来飞机员准备好啊！飞机员好啊！
好，来，这淡水话嘛无啊，包肉的哦，顶礼拜欠未欠一礼拜哦，200块，200块，等一下，我这先买一个啦，这淡水话无啊哟。你今日问我几粒，还是咩事？安尼困了咧。无啊。无啊。来，飞机员，200块。三百。你讲200块几粒？我叫你不用来哦，叫四幺五。你做。这个不要做算啦。小姐，我跟你讲，叫三人几粒，你跟你提起算。没有。要咩算的？做。我在。四幺五。你问这个问题，大家，你看你问了，大家一笑啊。你要问一下，咱拄好好个正经的啦。你要问到几粒？飞机够下好。啊，几块？你几粒要吃？啊？百几个哦，我跟你讲，你两个一粒，那这个十个。来百几条超贵啦！你百几条超贵啦！你一人两条皮啦！来，我跟你讲，你注意看哦，我今仔早了本来足水的哦，啊，我存一手尔无啊，你都唔点菜，白手捧来。有啊，无人买做你耍，无货啊，无货就无货啊！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收啊，这皮来。超大存只白手捧来，我即摆将条收掉，你先看这手，先看这手，这手今仔买着容易啊！我跟你报告者，一手本来有水无？我咧讲这是正，要哪戏？啊，重点你注意看，我咧看安尼，我阿妹，我阿妹咪就知影，我讲这要哪吼，打山啊，打山打，边要哪边打，这煮梅这正要哪吼，今仔这是正要哪戏啊？哦，啊，反正无啥好啦，下下我啥济啦，200块啦。会使进两个哦。免进两个啦，来200块拢我来啦。小妹姐啊。来，辣椒拢我来。是啊。来。太紧张啦。来200块啦，水的，真正水要哪，这正要哪，200块啦。来，搁一声就好啦，我通调啦。